我们现在是飞机已经停稳了，然后准备要下机啦。感觉我的肚子好像还没有好，难过。然后感觉其实韩国的气温好像跟北京比，好像韩国好像有一奶奶的冷，但是不是很干燥，感觉韩国的湿度还可以。很开心，很激动，马上就要第一次出国。姐妹们，我跟你们讲，这个厕所特别高级。我现在在机场的厕所里，天哪，好像在这里 dancing， 好高级的厕所，你没有看过这么高级的厕所吗？有吗？我都没有看过你 dancing。 然后这里是在准备要出机场啦，看后面有很多人，这是我们的北京团队，有很多人，就很羡慕，让这些 staff 上上镜哈。就真羡慕，就其实我觉得做 staff 也挺好的，就还能够跟我们一起出去旅游，我们还要工作，他们只要在旁边照顾我们就好，真好。其实我觉得找这样一份工作也还算不错，还可以免费旅游。哎，感觉现在是泰囧日记，我们在这里已经等了20分钟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 staff 的装衣服的箱子坏掉了，就我们 NV 服装的箱子坏掉了。不知道为什么机场把它的轮子给弄坏了，所以就我们只能在这边等着他们去处理这个箱子。听说很厉害的机场会给我们赔一个箱子，我也不知道这里会不会给我们赔呢，但是总感觉就是有种泰囧旅途的感觉，就是这一路的地就发生这种事情，感觉有点不太 OK。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从机场出来了，但不知道在等什么，就发现很神奇，我们居然有人接机给你们看，我以为不会有人接机的，就很神奇。对，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。对，来韩国居然有，而且他们居然还操着一口东北话。我现在已经到车上，我感觉韩国的光线太强，我现在就睁不开眼睛了，就睁不开眼睛。但是感觉外面的天啊，然后环境什么的，我觉得都，让我很期待，不知道待会会怎么样。你看外面，哇，看我们上了一个红色的桥，现在在路上。我觉得韩国这边开车还好像还挺快的，不知道你们能看到那边是水。难怪他们经常叫什么什么洞什么什么洞，因为他们山多，所以他们要在山中间凿个洞然后住在里面。现在还是在路上，好像已经进首尔了。我好喜欢韩国的街道，我觉得他们植被很多，我喜欢这种植被很多的街道，就是感觉很好很好。在路上带大家欣赏一下这种有很多植被的街道，说着说着我的植被就不见了。哦，因为下面有个海，也不是海水，但你可以看到，就是还是有很多植被，看到好多呀，真好，我很喜欢这种感觉。发现他们这边就感觉四通八达，就是楼上也有，楼下也有。就你看楼下好像是人行人走的那种感觉，楼上不是车开，好像是这样，就很神奇。真的，那下面是可以走人的，我们这条马路下面它就可以走人，你看，好神奇哦。你看自行车什么都在下面，走路行人也在下面，真好。风车一样一样一样，这个时不时出现在
这样。背带你就够了，背带你就够了。这边有水，有海，好极好。晚上聊天刚好睡觉，谢谢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这个时间对聊天刚好，我叫你们表现一个，赶快找找沟通的一个。这两天吃沙拉，就这事儿。大风车呀，我能管一条街，那几条街我能拉过去吗？好多纸背啊！我很喜欢那种繁华的街道上，但是有很多纸背的感觉。杭州就是这样，所以我很喜欢杭州人。像什么园林建设、城市园林规划是这样吗？就我很喜欢，就是杭州的城市园林规划就这样，就是树很多，这边很健康，然后它四季就会有四季的颜色。本来街道建筑是不会改变，但是你树可以改变，改变你这个每个季节的城市的颜色，就很好看。然后我们现在刚从那个酒店下来，准备要去吃饭饭啦。对，然后我换了一身衣服，刚有点热，所以换了一个紫色的小风衣。对，准备要去吃饭啦，吃饭饭。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，我觉得现在肯定不晃了，对吧？因为我已经入手了高级税。然后我们要跟 staff 和成员一起吃饭饭，开心。你看这是什么的？这都是韩国的好东西，开心哦。给你们看，这是韩国的大马路呀，我站在大马路上呢。对，然后有一点像就是兴奋，然后。因为第一次出国，然后就很意外的兴奋。其实我这两天都没睡好，因为就连着几场公演，然后明天还要三点半就起床，早上三点半就起床，但是我还是很兴奋。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一家餐厅，对，然后我点了石锅拌饭，你看有中文哎，就很神奇，这是什么？然后他们在搜，对。我的家店环境感觉也还行，但是我觉得韩国好像很喜欢这种大字报一样的感觉。上菜，我觉得我的最好吃。丹丹老师的稍微有点清淡。现在在走路路上，丹丹老师也在拍视频嘞。我好喜欢这种小巷的感觉，就是有种我家的步行街的感觉。对，哇，这里还要卖箱子的，到时候买多了可以过来买箱子。这怎么还有三代 Super Me 的？它有很多三代那种。我刚看到三代的圣罗兰包，对啊，我跟我很喜欢的款式，它给山寨了，我打算入手一个。哇，前面这个好好看啊，像个小蛋糕。不吃不吃罢了罢了，不吃不吃罢了罢了。就是，然后我们现在走在韩国的街道，其实现在已经降温很严重了，我很后悔，为什么要把我的大衣换成风衣？我穿反了，我应该白天穿风衣，晚上穿大衣，快冻死我了。然后这边的街道就是，我其实我蛮喜欢这边街道，就是这边街道会很。怎么说呢，哎，镜头怎么在转，这边街道就是很干净，我喜欢的干，就是有感觉它繁华但是又干净的感觉。然后它的地板，我好想这边的地板，就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这里的地上是亮亮的，就到晚上它会有很多小亮片啊，会反射路灯的光，很好看，地上都是亮亮的，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，你看这地上亮亮的是不是，我超喜欢这个地上，好好看。哎，耶、yeah, ，我们到了，好像是到明洞这家啦。好多灯灯哦，我喜欢这种逛步行街的感觉。哦、oh, ，I like 韩国，喜欢。
到了 Honda。 对，大三和萌萌看起来感觉大三好小的样子，在说你很大。对，我们要准备过马路耶。 Go go go。 你说屁屁爸牛啊，你几屁喂啊，你啊，韩国女生真的不怕冷耶，现在还露着腿。啊，那叫什么大剑屠龙，是他们校服吗？果然很韩式。感觉他们的裙子跟日式比，就是日本的那边的裙子好像很注折，注重那个褶子的，就是裙子上不是有褶子吗？我觉得日本的校服很注重褶子的处理，但是韩国这边的话感觉可能更注重整体性，然后褶子这种细节他们就觉得可能还好。要入境吗？我没化妆。没事，我看一下，你还好？我今天已经这样录了很多视频了。看我的，看我有滤镜，还有口红呢。我有滤镜，对，可以给你加口红。对，我们现在来到了丹三老师完全凭记忆找到的一家生鸡汤店。对，然后感觉很期待。对，我是你吃萌萌。我点的是人参鸡汤，啊，这个光还行，对，它紫薯是内外的卷，对。啊，这边还有很多大公鸡，其实它装修了，就外面写的就是中国的，还上贴子欢迎光临，不过是繁体。你的鸡汤都是这个颜色，鸡汤上来，为什么你的鸡汤紫色的呢？因为它紫色鸡汤。哎，不是，你的汤是黄的。黄的。那我的汤就是。是原正经。对。我们要来尝试一下。但你不怕烫吗？对，是这个粽子没有米饭。对，这样。还韩国特色的这个什么大葱圈很溜。但是你这边我怎么发现？天哪！我的手机正在试图给这只鸡瘦脸。天哪，好搞笑！待会儿再拍照，不是大家黑眼圈都瞬间。你的表情有点慈祥。拍照我不太行，要不你来吧，一会儿。我也不太行。非常随意的拍，好的。你忘了被我拍到支配过的恐惧了吗？什么时候？就是我用相机给你拍照的时候。哦，我失忆了。没有那个记忆了。啊，对，他已经不滚了，我打算吃了。耶，现在已经吃完了。对，然后。然后状态十足的去战斗。待会再见到我，可能我就大包小包了，但我还没有想好发型。对，看短影时光。夏草莓蛋糕舔进了嘴角，小狼狗很招摇，我尖叫拆招，奶油里也可以为你变乖巧。Hey girl， 情侣这样的我恋爱吧。Hey boy， 想和这样的你恋爱啦。相爱本来就简单不复杂，说爱快抓紧别错过好吗？
心跟淘气猫一直在我的脑中跑呀跑，有没有超常发挥的诀窍说你要。 Hey boy 你是如此的闪耀，无聊话题变得很有料，有没超常发분들도 감사합니다. 네, 수고링 수고링 수고링. 感觉它是个批发市场，是我们不小心走进去的，真的很好。他懵懵，谁能想到懵懵手上面的袋子竟然是我的，有我的袋子。他真是个好人，爱他。对，然后单三，他有在那边结账，那个黄衣服的是单三，他还买。我真的很，我就很赚，加一件羽绒服，然后还有两件里面的，加起来总共。三件衣服加羽绒服只要400，我觉得很 OK， 而且还没有退税。嗨，这是我提的很多东西，萌萌那边还提了我。我们现在在街上，现在是韩国的时间的差不多11点，就是他们马上要关门了。韩国这边应该是大多数都11点下班，比我们好像要晚一个小时。我们一般是商场10点关门嘛，他们是11点了。好，然后这个街道现在就很，阿嘞，空旷喽。
在回去的路上，我们打算去宾馆把东西放了，然后出去吃夜宵。现在是我们正在，我们可以先吃豆腐锅吗？耶、yeah, ，我还带了，嗯，没有，只扫到你下巴的，最高只扫到你下巴。对、嗯，我带了海天拌饭酱，然后我们在煮这个不知道什么锅，还有这个，但吃我们的晚饭哦，不是夜宵。哼，我多机智，我把这个带过来，我把它揣在我的这个小包包里。